研发益生菌的条件有多严格呢？优质益生菌的研发呀，安全、高活性，有着经临床验证的功效，这些啊是前提。实验室的要求标准呢各不相同，而真正好的实验条件必须具备以下这些标准：一、应用于人类的益生菌呢最好来自人体；二、益生菌必须从健康人的肠道当中分离；三、益生菌呢必须经过一定时间证明它没有致病性；第四，益生菌不能有啊与一些疾病相联系的历史；第五呢，益生菌不能够啊是胆炎早期解离；六，益生菌呢不能够携带呢可以转移的抗生素基因。哇塞，研发益生菌的条件好苛刻哦。